选择了战术角球，转身向后传球，他选择打门，哇，球进了，进球了。真正高质量的进球，潇洒之极啊。伊涅斯塔大力抽射，哦，绝对称得上是千钧之力，真正称得上绝妙的射门。守门员就是个活雷锋啊，将球直接踢到了对方脚下。苏亚雷斯，不愧是苏神，苏亚雷斯太犀利了。中场犯错就被迅速打了个反击，防守还没到位，球已经进了球网。他们为这次教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这球太精彩了，哈哈，世界波啊，踢得漂亮，看他踢球的部位和皮球运行的轨迹就知道这球一定进了。赫罗纳取得领先优势，现在的领先优势还很微弱，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门前失射，这个球进得太巧了，穆蒂尼奥，太精彩了，就像个巡航导弹。这次完全不能怪门将啊，这种飘忽不定的射门今天终于又重现江湖了。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罗伯托将球塞过去，梅西，哇，他带球狂奔800余里呀、啊！打门了，他们做到了。比赛才刚开始，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。大家都觉得他会传中吧？我只能呵呵了。凌空射门，他把球打进了，进球了，完成了逆转。当所有人都觉得角度太小的时候，他打进了。他们开出了战术角球，梦幻般的进球，宛若璀璨的宝石。已经锁定了胜局，角度很不舒服，不过球还是进了。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是真的吗？竟然在那个位置射门，怎么看门将都能够轻松扑出来，结果正好相反，出其不意的判断，无与伦比的精度。他们开出了战术角球，凌空射门，哈哈哈，太特别了，真正称得上绝妙的射门，进球了。梦幻般的进球，真正称得上绝妙的射门，难以置信。他们做到了，逆转了，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大师级的罚球，漂亮。